即系省嘅归来，多归来，飞归来。你看，对面家家暖暖落，一边一边多桥。你看，我的，叫人得的，我话冰粉得。哎，来，今个出路了。来，哎，快点，我查完了，努力了。West Mid Kitchen Care.开枪的是我们中国人，他是求救。纽卡索警民中心包括三十几个中国人组织的自卫队，把他们解救出来了。但是他们堵路口的时候也没堵住，80%的中国人工厂全部被烧。纽卡索是工业产区，一般做服装、鞋子之类的。为了先保命，有啥也没带出来，甚至有的现在在求助，吃不上饭，而且现在冬天又非常冷，睡在车上连被子都没有，车子都没地方停。这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不敢打开手机，因为我怕收到朋友们发来的噩耗，我的电又没了，我的电也没了。It's beautiful country, it's absolutely fucked.都是辛辛苦苦在南非打拼下来十几年的基业，一夜之间化成灰烬。他们抢完以后还要放火烧啊。Everything is gone。现在抢的都是像商业区的零售商店比较多，华人呢也有在这些地方开店，来不及搬货的已经撤离了，那个商铺就放着，没被抢的就等于说比较幸运哦，有被敲进去的也不敢去看哦。损失情况现在也没有具体爆出来，有的基本上就是商店被洗劫，他们是属于那种集体性的，很多就是趁火打劫的。因为像以前的话呢，像他们有时候说抗议一些工会咯什么咯这些工资的问题咯，他们也是集体出来这样抢，那这种被抢的话基本上是不受保护的，一大群民众出来抢的也没法制止的，也拍不到人的。我们那帮老乡他们在新堡哦，一大堆人就是聚集在一个地方哦，全部聚集在一起哦，自己形成一个自卫队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在国外都是有配的，都有证件的。就是害怕来这边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布控嘛，就是所有的保安就按摩人员全部上岗，50个配枪，但是还有50个没有配枪的。因为约翰内斯堡就有200多家中资企业，然后基本上就是稍微高科技一点的企业都在我们这个附近。这个区域的话，基本上是安保力量比较强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来的这个商场，它本身自己就有保安公司，然后为他们服务，给你看的这个秩序都是很正常的呀，就没有出现那种电视上所说的那种很乱的情况。供给上华人这边的基本上都自己都会备得很好，提前预警开会，像社团嘛，商会嘛，都会先集体的互相帮助嘛。中国人有中大棚啊，就开车过来卖送菜。